这边是什么地方呢？音乐厅。音乐厅是？音乐什么厅？嗯。然后里面卖的所有都是跟那个有点像音乐盒有关的。你看这个好可爱，还有那个哦，你这里看哦，还有一个这个，还有这个，这个像。你不用拿，你不用拿。你要摆着，你要摆着，你要摆着。好像哎，好可爱啊！你觉得很可爱吗？看那个，它会转头。转头没有在转头啊？它刚刚在转头啊，它等会转回来。有。三五百多，两百多，真的吗？三二六啊，二四啊，嗯，二四三八，两百才两三百块。这边是音乐馆的三楼嘛，对不对？对，这边是音乐馆三楼。你看它这个回声机好漂亮，招财猫，有可爱的招财猫。你看哦，它有说左手跟右手有不同的意思。举右手是招来财富，然后举左手是招来客人。缘分或是爱情，然后双手都举都表示招财招贵。双手都举就投降了？没有啊，双手都举，他这边写的，看这只就是双手都举啊，很可爱啊，有没有？嗯。左手右手。好，从后面绕。等一下，这边还没有。对啊，所以我说从后面绕。哪边？从这边另外一边这边下去。里面有只蛇，那卷得像大便一样。对，蛇。嗯、这个嘞，这一下，海鳗。三楼比较少人吧。嗯。嗯，我走好的。哎，这一台是什么？嗯？这一台
看一下二楼的整个面，这下面是一楼吧？哦，这是一楼。哦，我们现在在二楼，二楼半。没，这是一楼。二楼没有，二楼只有沿着墙边而已，有没有？没有，这是一楼。对，这二楼啊，对，这一楼。二楼，我们刚刚只逛那一区啊，中间都没逛。票。票。等一下提醒我要在门口拍一张。对啊，叫什么？我要去那个什么梦之音，有那个 Coco 的。这边给你。这个两个是鸡耶，这好大啊，好大。下去啊！下去。那台机器要不要介绍一下？去看一下。走，下去啊！Thank you.